我们要做的是商店动动乐。好，六三九，我是林一欢，欢迎到林林动动乐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做动动乐，好，开始吧。啊，已经晚上了，还在晚上。来，礼物都在这里。哇哇哇！啊，这个我好可爱。我们最喜欢这个。自己选，自己放进去。想要的东西就先放进去。你要想要这个呀？嗯。好。想放角落可以吗？可以。喜欢这个就先放着。恐龙蛋蛋，我喜欢恐龙蛋蛋。自己塞。放这里。这是什么？好期待哦！爸爸，我要这个。好。我要这个。那我帮你塞。五颗够吗？一个五抽，五颗。这个也很轻松，那我放这些。恐龙蛋不用丢那么多，等下爸爸会再拿起来。礼物平均一点，奖品平均一点。这个。好，那个好，那一包下去就好了。啊，这个美人鱼公主。好，叫美人鱼公主，你就那个纸上写的沙画。不然这一次的重点是便利商店抽抽乐，好不好？便利商店里面还有口红胶，哎，我来放几颗。我们先用便利商店，好，这口红胶先拿出来。便利商店先放进去，便利商店先放进去。那怎么办？那写纸就好了。这样。写纸，等一下我帮你写。写彩虹笔嘛。写纸的。沙画有写的哈，沙画有写。写纸的，沙画有写。好。彩虹笔嘛，嗯，彩虹笔，好，还有什么玻璃纸？玻璃纸，对，我看这些，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还可以放十三个礼物哦。我想要这个大的那个，这大的是大的洞洞的，可以，玻璃纸，好，玻璃纸给我，然后放一个这个，这一只，我放下这一只，这只是一只。纸飞机，你写飞机。你要沙画吗？好，再写一个沙画。沙画这是啥？不知道。不晓得，是史莱姆吗？不晓得。应该是。面具一个，面具写面具。好。写两个好了。面具乘二。对，面具呀，写两张啊。好，来，我来丢。来，丢这边丢。要是有丢中有的话，你就帮我放位。哎、欸，真的丢中没有？嗯，起来，哇，六个，爸爸要装个恐龙蛋，六，好，放进去，六，恐龙蛋应该是要那个嘞，五，应该是大的才可以呢，五，还剩一，四，二，三，还剩三个，四。哦、掉出来，礼物掉出来。好吧。是的。妹妹，你中多少？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。几号？我看。102和15号。对。102跟15号。15。102。你们一起抽这个。好，先抽小的。你有那个呀？爸爸轻轻是什么？爸爸轻轻吗？哎，是奖，不是爸爸轻轻。玻璃纸。耶！耶！卡麦斯。妹妹玩过玻璃纸吗？没有。妹妹，你的奖品。一起玩。你的，好。吃好多米。那个。轮到你的那个了。这样会不会太黑了，妹妹？妹妹，姐姐抽中五号，妹妹抽中55号。啊！哦，那什么？史莱姆，我中个。变那个，那昆虫搞笑。啊，之前四只，之前两只昆虫呢？搞笑昆虫呢？别！之前不是还有两只昆虫？真的哎！
真的是史莱姆、啊？为什么会买史莱姆给你们玩？它叫十个口水。是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